咁啊，正话咧亦都听过咗，陈真同大家介绍噶啦。咁啊，讲到呢度咧，就热线方面亦都比较踊跃啦。下边我哋揸紧时间，马上嚟接听下收音机旁边听众朋友打嚟嘅咨询电话先。喂，你好。诶、hey, ，你好，陈主任。系你好。诶、hey, ，你好。点称呼啊？我姓罗嘅。依家喺边度打电话过嚟？我系喺肇庆打电话过嚟嘅，陈主任。依家有乜嘢问题帮到你啊？冇，咁咧，我近排咧就觉得嗰个臀部咧有啲唔舒服，咁啊唔知可唔可以建议至江门复古医院度治疗下？当来我哋医院就诊嘅患者朋友，通通全部获得免入费治疗，直至医彻底为止。啊，咁好，咁有咩系可以免费嘅呢？免妇科冲洗费。吓、啊，呢、這个唔啱我个噃，咁有冇其他免费嘅呢？或者你直接来到我哋防治中心，你就可以获得全免入费治疗，直至医彻底为止。哦，听陈主任你咁讲，好似几好。咁你哋医唔医嗰个性病啊？有多患者朋友日头就打电话到我哋医院来话，佢话陈主任，我已经患咗呢个生殖泌尿系统疾病、性传播疾病，已经嚟到医咗啦三年、五年、十年、八年都医唔好啦，已经呢医到冇晒信心啦，已经医到你冇钱噶啦，医到倾家荡产，医到买屋买楼。甚至依度老婆走路吓、啊，你有冇咁夸张啊，陈主任？今晚我陈主任喺江门直播室入面，同收音机旁嘅听众朋友，我陈医生对呢只疾病嚟讲，可以讲医一个就好一个，医十个就好十个。陈主任，你冷静下先啦。咁其实唔系个个男人都有病噶嘛。凡系十个男人。患有咗田野先炎噶，冇能力带近性嘅又得，无近性个田野先炎又得。十个男人呢，嚟有个九个出现神经亏损、肾功能衰退。为乜嘢咁样讲？凡系未结婚嘅男人，都有一个性嘅幻想、性嘅幻觉。未结婚嘅男人就出现手淫高度。或者喜欢看的黄色录像啊，有一个只大扭星的幻想啊，手淫高，结了婚的男人就出现性生活频繁，性生活高，所以说呢，他就搞得呢，那条阴茎的海绵体，长期处于充血状态，就搞得周身攰喇喇，全身冇晒精神。有啲就出现尿频、尿急啊、腰攰啊、头晕眼花、四肢冇力、手脚麻痹啊、腰酸背胀、耳聋、耳鸣、耳响、面黄灰暗、骨瘦如柴、胸闷胸嗌、气促气喘。诶，陈主任，你使唔使唞唞气啊？有啲而家随着社会嘅开放、社会嘅发达，自己家庭个富裕，有啲你冇俾自己嘅太太知，又亲挨咩搞搞真嘅。有的呢就包奶奶、二奶、三奶嘅，所以话呢就搞得呢周身攰啦啦。有的冇单止搞卡住嘅身体，仲传染上一种性病，有的感染上到支原体、衣原体、淋球菌、梅毒、性病嘅性淋巴肉芽肿、腹股沟肉芽肿，有的搞得传染到尖锐湿疣、生殖器疱疹。啊，咁得人惊啊！咁呢啲病有冇啲明显嘅特征呢？痰药得不了，到最后嗰只病症，净喺自己嘅身上，甚至仲加重添。所以话呢，点解人头治疗嗰只生殖泌尿系统疾病、性传播疾病，点解收得咁下降？嗰啲患者个个来到我哋医院呢度治疗，个个都得到咁理想，个个都得到咁满意。哦，咁就好啦。咁陈主任，你哋一般系有咩好嘅方法治疗呢？我哋首先要以树干带近性嘅田野先炎，首先要以吞湿灭毒、灭湿解毒、消炎杀菌。树干系嗰只神经亏损型嘅，就要以三丁、两丁、藏丁、补丁、固丁、引丁嘅方法。吓、啊，咩方法话、啊？陈主任，你我听唔清楚啊！
咁生的养的同的母的顾的养的个人物，但要落得六神海九神虎兵九兵牛兵，要落得东同牙头低板的夹西龙花几年，嗰几面人呢，佢就能够起得益丁壮阳、益精生所、益神健体。啲神养干人，西龙花能够活化化，几年能够听干明，咁样又帮你患者医。你就系十年，就系二十年嗰田人先赢，冇得就 OK 噶。你食上个几面人落去。你好快就得到彻底解决问题。如果边位患者结咗婚，三年、五年、十年、八年冇有生育能力嘅，你食上我啱先所讲个几面药落去，我要你生一胎就得一胎，要生两胎就得两胎。而家唔准生两胎嘅，除非你马上生。如果哪位患者不幸感染上个只支原体、衣原体，临病临求紧感染梅毒软下金，性命个性淋巴或者有黏连收油生而易疱疹，你由于是三五年、十年、八年都医不好的，你同我落到蛇毒素，蛇毒素它就能够以毒攻毒，侵湿灭毒，灭湿解毒，它就把你身上所感染到的一体病毒通通杀死排出体外。如果哪位患者都患有那只妇科炎症，都是黏珠菌阴流炎、逆从性阴流炎，都是白带咯，白带像铁豆腐渣咁样，有腥臭味，有痕印得不了的，你同我落到蛇毒素、蜘蛛素、蜈蚣素，亦都是同样以毒攻毒、吞湿灭毒、灭湿解毒。如果哪位患者都是还有个只宫颈炎，或者宫颈一度梅兰、二度梅兰、三度梅兰，甚至到了四度宫颈炎冇得医嘅，你同我落得大只嘅凉皮，俗话所讲有凉皮冇烂，有墨蛇就冇风毒，有哪吒就冇盲目。如果边位患者都是还有个只呢阳痿走泄阴茎、阳痿症嘅，从来都冇起得头嘅。在老婆面前，在女朋友面前都是低头的，你同我呢落得逆起上，逆起上佢能够起到瘟神作用，今晚食落去冇使半夜佢就醒个五更鸡毛咁醒㗎喎。如果边位患者都是患有嗰只呢阳痿走泄阴茎短小，阴茎短小就要落得震干，震干佢就能够起到灯粗灯大灯长，那只走失的或者猛头有蒙精为精的，得两公婆行埋猛够两分钟就搞定呢单嘢嘅。你同我呢落得金英子、五倍子、五米子、水呀，嗰几米呀佢就起到肝丁固丁人精。好啦，你就把我啱先以上所讲到个一体人物统统执返回来，以十剂嘅人物浓缩回一剂。吓、啊、咁样诶，分分钟饮到流鼻血噶喎，会唔会即系 OK 噶？你如果呢真正得唔到 OK 噶，得唔到解决问题噶，今晚你听到我陈主任个节目之后，我希望你鼓勇气同收音机旁个听众朋友，可以理直气壮咁讲一句，系完全有得益。咁都得啊？咁如果真系要去你哋嗰度，点去法呢？你到江门汽车总站之后，你就喺车站里面呢往回走200米，红灯右转弯，喺车站里面呢乘坐100蚊公交车到福古沟呢个站落车，落车直接拨打电话零12356788，冇论你系贫穷富贵，有钱冇钱。到来我哋烟斗诊个患者朋友，通通全部获得一包穿心莲，都系1蚊鸡银钱一包嘅。不过只收翻去药物基本制作费、专家回诊费、黏度个湿油检测费、断电脑、荣光高新科技嘅检测而检测费。而从今日起到13月38号止。我哋节假日都冇上班。好啦，得啦，就听过咗几位听众朋友咨询之后，睇翻我哋今期嘅节目时间方面亦都差唔多啦。好啦，咁陈总，遇到听晚嘅同一时间再见啦，拜拜。